那你看了有什么想法？因为他毕竟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有会问他，或者是做什么关切的动作？基本上身为一个女人，然后有女儿的女性，就是有些事情当然无法接受，但是以朋友的角度来讲，你当然会想劝她好好面对，然后会很多也是心疼，想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陪伴她、支持她走下去。但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思考适当时间点的方式，也还是在这个状态。谢谢大家喽！就目前还是没有联系，对不对？之前有啦，之前只是对，就是蛮长时间的。我跟你想说，你说到不同的表演方式，二部剧的那首《你》啊，隔这么多久重新唱之后，其实发现在唱功方面有非常多的进步。那好奇的话，打算在82人第3张专辑打的。哇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话，有可能哦，就蛮随缘的。谢谢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转发那个修法的提倡的。当初怎么会觉得愿意来响应这个和校修法的那个？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的儿虐事件嘛。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很想推荐大家一个电影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，就是《自由之心》这部电影。那自由之身，自由之身，对，自由之身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我们都曾经是孩子。那很幸运的，可能我们身边大人有比较好的方式对待我们，能够长成现在这样还算健康的样子。可是有些孩子也都长得有些大人，所以身为有觉知、稍微有良知的人，我们可能真的应该去帮忙推动这个东西，以保护我们大